知唔知我老婆点死？我都想知啊！即时个猛，我打个电话俾佢噶，但系打极都冇人听。之后我就喺新闻先知佢跌咗落楼。仲有边报道你仲查我啲乜嘢啊？暂时冇。我老婆死咗咯，仲喺捉紧做。我觉得你老婆嘅死好多可疑，我想知边个系凶手。关你乜嘢事啊？食咗你之后，我觉得你唔系坏人。 我想知你系咩人。你唔信我都啱嘅。咁既然嚟到呢度啦，上埋我屋企坐下。老婆。 喂，细佬，做咩啊？喂，家姐，你成晚去咗边啊？哦，我一个 friend 搵咗电讯箱，翻查过晒庄内电话记录，就搞案发当日，死者最后曾经系同嗰个人通话。但系佢系用太空卡，冇登记，搵唔到佢身份系咪？呢一个人咧喺案发之前曾经系咁打电话俾死者，所以我哋唔排除佢系同死者有密切关系，甚至乎同呢一单命案系有关添。我哋已经全力追查紧，究竟睇下呢个系咩嘅？你查咗咁多，唔该晒。阿勇哥。 咩单嘢啊？打反单嘢赢咗，上集逼我交人咪劈炮唔捞。我要唔捞嗰个都系我啦，系嘛？点解我要你帮我食只死猫啫？个人渣我都想揼佢啊！系
你出手快啫，唔得，我要同大Sir讲清楚。喂，你黐咩线啊？你老婆啱啱生 B B 咋，使细老婆乱，怕你份人工马拉粉噶。唔系你勇哥，唔好啰嗦啦，有手有脚，你惊我得死我，停啊！ 有人用太空卡联络我老婆。根据记录，呢条友揾你老婆唔止一次，应该系识嘅，或者可能系凶手添。你睇下电话号码，会唔会有啲印象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